有最全的中国吃播和韩国吃播视频，喜欢就请关注我们下方的联系方式哦。投稿和吃播互动，吃货交友等你来，或者搜索处女座的吃货就能找到我们哦。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七七。这一期吃的是这个，我之前拍美拍然后发了一下店名，这家叫寻蟹记，然后是做那个蟹肉堡的，但是我觉得吃螃蟹有点麻烦，所以就点的是这个排骨，味道应该是一样的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就是还准备了这个，这个是发面饼，是糖的，然后这个也是这个也是糖的，这个是烧饼，就两种饼有一点点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是米饭，这个是一个小的酥饼，然后这个是板栗饼，喝的就是白开水。那我就开始吃了。今天这顿饭吃的特别心酸，就是我觉得作为吃货真的是为了吃可以没脸没皮，一点自尊心都没有，因为就是这家店的服务态度真的是太差了。但是我看网上的评价说他们家很好吃，所以我就忍了，希望它的味道不会让我失望。我还没有吃呢，先吃块排骨尝一尝。味道总的来说还是不错。这个蘑菇叫什么？这个是鸡爪。因为我男朋友不爱吃就是鸡爪这种东西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视频里录了，不然我就跟他一起去吃了。他们家每一种堡里面都会配那个鸡爪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鸡爪炖的不是很烂，我喜欢那种入口即化的口感。上期的视频有小伙伴说我边看电视边吃有点不专心，当然我还是想看个电视，这个看一部就是可以促进食欲的。
那个孤独的美食家，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？我尽量专注在吃上，然后电视剧我只听声音。因为我怕就是太安静了，之前小伙伴跟我说过，太安静了有点看着无聊。我觉得吃饭的时候看这个应该会促进食欲吧。我看过日本版的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我觉得日本版的《孤独的美食家》里面，我特别喜欢就是五郎每次饿了的时候，然后突然放空的那个表情。这个是有芝士心的那个年糕，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个是什么蘑菇？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我上次看的那个，女一那个，就是上次录完，上周六录完的视频。我已经一口气看完了。最近又是没有什么电视剧追了。有没有小伙伴介绍一些电视剧给我看？我特别喜欢看那种破案类的。像那个 TVB 的那个什么《法证先锋》啊那一类的。然后《福尔摩斯》我也看完了。
排骨挺好吃的。也可能是因为排骨怎么做都好吃。土豆，而且它这一份排骨还挺多的。嗯，我觉得勉强能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心灵吧。吃了这个饼，发面饼，然后是白糖馅的。
点多。这个烧饼是分层的，然后这个发面饼没有分层。
然后直接用手抓了。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个是应该是五仁的，因为里面有青红丝，就跟那个五仁月饼似的。然后刚才还把这个烧饼和这个饼都热了一下，我发现热了还挺好吃的，因为里面是糖的嘛，热了之后那个糖都化开了。热完之后我发现挺好吃的，就没忍住，就是都给吃了，就剩这些了。两大张饼就剩这些了。热完之后真的比那个凉的要好吃。还有那个，这里面不是有很多鸡爪吗？我刚才等着的时候就一直在猛啃那个鸡爪，因为我觉得啃鸡爪太浪费时间了，所以就尽可能在视频外面就是多啃一点。导致这一大盆就没剩太多了。我再吃个酥饼吧，我觉得这个酥饼还挺好吃的。这个应该就是椒盐的，有点点咸。饭也吃没了。我还不知道等会儿录完视频要怎么办呢。这个是肉松的，但是里面不是肉松，是肉松味的那种酱，我觉得不是很好吃。
这个，应该是黑芝麻的。本来有四个板栗饼，又吃了一个，我尝了一下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个板栗饼四个是2块钱，这个小酥饼我一共买了14个，是5块钱。然后这两个饼就是分别都是1块钱一个，就是在超市买的，是不是还挺便宜的？吃个这个吧。中间感觉像是有糖的那种颗粒，特别甜，还拿了一个这个。我现在好担心，我一个不注意，那个手机就是视频就断了。